老公，你还在看电视吗？跟你说，今天我买菜的时候遇到楼下的贝贝，他说他孙子最近很晚回家，哎，该不会是学坏？还好我们家美心不会这样乱跑，不然光担心哦，都不用做事。不过今天主任打来，说美心在学校又跌倒了。哎，你不要又跑到学校跟主任反映哦。小孩子本来就是跌跌撞撞才会长大嘛。哦，对了，下次提醒我买点水果送给老师，他的老师那边就整个人都变活泼了。我觉得这就是功德吧。现在他终于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，这几年我这样支持他，也总算是有回报。美心在哪？美心在哪？美心在哪？
小雨的朋友晚安，我是刘雨，感谢您在傍晚倾听我的心声小雨，是否有过踏进熟悉的门中，却发现屋里物是人非，明明认识这是朝夕所处的家，但你就是知道有什么不知不觉好陌生，孤独的灵魂布置出了一个空间，假装是家，找到一个陌生人，假装是爱的人，假装是爱的人。
希望可以跟妈妈一样变成大明星。齐聚一堂，你来唱，我来唱，台之上定见真章。欢迎收看《七彩新舞台》。